本身就对光影这些东西是比较喜欢，然后也比较擅长，因为本身在画画的时候，光影的研究和学习也算是必修课之一。我会经常去积累一些思考和创意，但有一些创意和点子，它不适合用在纯粹的艺术品上的展示，所以说我就用短视频的方式去创作的这些，算不上艺术作品吧，可能说像是一个工艺品或者一个小创意的这些视频。 来测试这个理论是否能够成立。如果确定成立的话，我再正常的去思考要做什么内容，做一个手稿，然后把它落实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作品当中。当然，从中可能中间会经常遇到一些失败的可能性，但是直到把实验成功为止吧。如果有三个六边形的剪影，其中一个加上等距的横线会是这样，另一个加上纵线会是这样。 将三张重叠就会得到一个有黑白灰层次的立方体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计算好横线、纵线、剪影的位置关系，且把控好细节，我就能用这个原理画四张画。 创意的一个输出，而创意的输出，我觉得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这个创意如何应用到一些具体的事物上或具体的一些产品上，这都是有可能性的。所以说我这希望我是抛砖引玉吧，在短视频的平台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。